说起来就离谱，一次生存中，玩家在矿洞里发现了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，里面到处都是绿色液体，并且液体之下还时不时传来阵阵吼叫。玩家当时便感觉不对劲，于是急忙准备退出。而就在这时，水里突然冒出一个无头怪物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勇，就请给视频点一个赞，或把我超勇打在公屏上。事情还要源于玩家一次外出冒险，当时他在海面上航行，意外发现了恶地生物群系，而这个群系的陶瓦山通常有很多暴露在外面的废弃矿井，矿井不用多说，里面物资肯定很丰富，并且玩家出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冒险寻宝，所以他没有多想，立即选择了靠岸。上岸搜索了一会后，玩家找到一个类似废弃矿井的入口。为什么说是类似呢？因为寻章矿井的入口一般都是由栅栏和橡木板所制成，而这里却是实木，并且在即将进入时，玩家忽然获得了透视能力，但仅持续片刻，所以他也就没想太多。这个废弃矿井距离地表并不是很深，玩家没用多久就抵达主矿道的位置。而作为一个老手，他深知矿洞的危险，所以赶忙在四处插上火把，防止刷怪。在插其中一个火把时，矿道另一侧突然自己亮了。他顿时有些紧张，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？拿了箱子里的东西，玩家连忙跑回去查看，到那里才知道，原来是刷新的岩浆刚好与插火把的时间重叠了。虽然没有什么异常，但因为这件事却让玩家注意到另一个反常的事情，就是自从进入矿洞以来，他没有遇到一个怪物，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听到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玩家想了想，觉得可能是刷新有延迟，这点倒可以从刚刚的岩浆看出。继续深入，在经过一个断桥时，他发现下方竟然有个木梯，这不禁让玩家有些疑惑，废弃矿井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为了解开疑惑，玩家顺着木梯来到了下边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神秘的绿色液体，这是玩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，他无比好奇。可正在观察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久违的怪物吼叫，转身一看，液体中竟然浮出一个无头怪物，玩家瞬间头皮发麻，急忙向上爬行。而这一幕也让他知道这个矿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，从开始入口的反常透视，再到忽然出现的岩浆以及消失的怪物，都在告诉他矿井的生成有大问题。这边玩家在逃跑时发现那无头僵尸竟然也追了上来，并且速度极快，他前脚刚到上边，后脚便看到僵尸。现在唯一对玩家有利的就是他可以用矿井复杂的地形从而甩开僵尸，可由于玩家太过紧张，导致没看清前方拐进了一处满是积岩的道路。当他发现这点时，无头僵尸早已堵住了退路，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祈祷玩家赶紧开创道，开呀，快开呀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，喜欢的记得点赞转发评论，我是少轩，咱们下期见。